锵锵三人行，这个今天本来咱们说要聊聊赵红霞，可是呢那天咱们讲这个小时代啊，王老师真是照他自己说的话讲，聊得兴起了，时间明显不够了，对吧？所以小时代这郭敬明应该给点钱给我们，是吧？聊的两集，哎，小时代为什么您意犹未尽？不是，他是这样的，就我对这个小时代的小我还来不及呀，啊，阐述来不及阐述这个。就是他为什么叫小时代，我就想，因为按照我们过去的理解吧，就是必须是谈国家大事，是吧？人民的大事，是吧？历史和未来，是吧？政治是大事，国际政事这是大事。哎，而现在呢，我们进入了一个就谈经济谈民生的时代。经济和民生啊，您要跟那些大的政治的口号、政治的标语相比，已经显得小多了。如果比如说您考虑的是自个儿的收入，您显得就更小了；如果您考虑的您这个服装的品牌，您这就更小了，所以就被认为是小。还有我想起一个特别可乐的呀，就是咱们台湾有一个戏剧家、文学理论家、教授、博士马森。他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，他曾经在香港有一次讲演呢，他就说，他说大陆吧，这个文学作品的名字都喜欢加大，什么大迁移、大裂变，对，是吧？大断裂，是吧？大跃进，是吧？大转变，对，你看连苏联的片子都是大转变、大转机，但是台湾特别喜欢用小，台湾的我这个小我一下子举不出来了。什么小男小女啊，是吧？小 S， 短小轻，轻薄也有大 S，短小轻薄，什么等等，对对对，讲这个。这可是我觉得呢，就是这个《小时代》的出现呢是必然的，它本身的这个作品的质量怎么样啊，不好说。因为你比如说泰囧也不是什么有什么很深刻思想，他就各种的条件、各种的情况，既有主观的条件，也有客观的条件，他出现了就是这一类的片子，他也这一点呢，又是建英上次说的那个跟王朔相比了，这个在这个《羊城晚报》上啊，我看这郭敬明啊，他就这么回答。只要这个片子有人看不赔钱，他说他因为没有导过电影，他是很忐忑的，他认为就算成功了就完了，他没有更高的追求，就是钱。相反的，你如果有更高的追求呢，有些有更高的追求的人的那片子并不受欢迎。上次这个郭敬明还上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这聊，这聊到后来也是节目时间短呢，有些话就没出去。他这个青年啊，我觉得是啊，渴望成功。对，他觉得这个目，我觉得他小说里特爱用一词儿，爱用锋利哈，他就是这种目标明确啊，觉得就是势在必成，然后就是说愿意为了成功啊，搭上一切。就是然后呢，就是说甚至就透露出这样的意思，他说，我问他哈，我说你是觉得商业成功更来劲呢，还是文学创作更让你爽呢？他觉得这两方面呢是都是他的追求，甚至他就说，到后来这话说开了，他就说啊，就说实话，你说要到最后，他说我就真的就是说想往成功的商业那方面去努力，是吧？我也不一定非得说一辈子都要当一个作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，我也不一定这也往这条路上一直去啊。他说商业上的成功一样是很了不起的。他现在不就是什么董事长吗？什么公司董事长，他已经就是两栖动物了，至少是吧？他又是商人又是写作。这里边问题我觉得提一个问题，就是在哪儿呢？我听到的周围一些朋友的这种反应，有些是根本就没看这片子，就说我拒绝看这个，包括这之前的这个《富春山居图》，他们就说的拒绝给烂片这个增加票房，我就不看。是什么呢？因为同样的这些朋友，比如说他说我们看了很好的片子，比如说据说台湾有一个，这我也没有来得及看，因为我那时候在美国，就是说叫《逆光飞翔》，是吗？逆光就写一个盲人钢琴家的故事，说拍得非常好，
用了很多的时间讲这么一个故事，很好看的片小片儿，根本都排不到多少，排片量非常低，就占不了多少影院都不能全部上映，也没有钱去做大批的宣传。而同时呢，像《富春山居图》、像《小时代》这样，就是花的投入大，就是拍摄的成本和宣传的成本，到最后排档的成本，就排片量在多少影院，你要占多少屏幕，整个是一个巨无霸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你别看它这是《小时代》，可是它的出场可是华丽的，就是说占了这么多的座位，在这么多的宣传，包括我们都在谈这个，都在谈，实际上都在给它增加这个宣传嘛，啊，在这么一个时代，就是谁先看见你就成功了，就是你去看了，你哪怕骂，你钱也赚着了。而那些比如拍的好的小片儿，你没人看，谁知道它好不好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一点上，有很多我的朋友，还不是光是我说的，不是光是我们这些同辈的人啊，这不是一个袋子，有很多80后的小孩就是这个态度，就拒绝给这种片儿来。就是你已经太霸道了，不是这个拒绝呀、啊？这那我知道的更多了、那不是说拒绝看《小时代》，拒绝看《小时代》非常正常嘛。你本来你如果我对不起啊，如果咱们没有这个《锵锵三人行》逗领导这给下指谕，我也不去看。我正要说呢，我到现在也去看，没看。是尊敬去看，不，你就是因为你更伟大嘛，你让你的手下的人去看看就行了嘛，让秘书们看看就行了嘛。王老师多留一会儿啊，这不是这是这样。我最佩服的是那几个哥们儿啊，拒绝看《泰坦尼克》。是吧？但拒绝看《阿凡达》，为了表示自己的伟大，拒绝买电视机，拒绝买电脑，拒绝用手机，我也很佩服。这确实有这样的人，我也佩服。但如果要是属于作秀性的，那是咱们另议。还有刚才建英可是提的另外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极对，太对了。我尤其最近，甚至我可以说我很痛心，我就是感觉到这种大众文艺的产业化，它正在培养白痴。就是您在看电影的时候，您要想舒舒服服的看电影，你一定要下一个功夫，降低自己的智商。您别上电影院置气，对，是不是？您花了70多块钱，70多块钱容易吗？现在中国一个人一个小时的劳动能挣。每个人一小时劳动能挣上70块钱吗？这些大片都到90块钱了。对，有的90块钱。是不是、哎，那座位弄得修得也挺舒服。对。哎，可是你看着看着，你觉得这不合逻辑。我过去就是爱这样，我看电视剧也这样。我看电视剧看着看着，我说这怎么节外生枝啊？对。这个完全不合逻辑。对。甚至你看武侠小说也是这样，一句话能说清楚，他不说，对，他就不说，俩人就打，他打得血和流烂的。不是，你要那么一生气啊，武侠小说不能看，是吧？电视剧不能看，是吧？电影不能看，晚会更不能看呢、啊。您以为晚会上得真实性强啊？穿的服装它代表工人吗？代表农民吗？代表农民工吗？对，是吧？那个冯巩的那些优秀事迹，它是代表社会的这个大众吗？可是你要那么一来，您不是您上电影院是干嘛去？您生气去了、啊、对，所以我有时候感觉到有这个问题。现在关键不在于有这些片子，对，你泰囧也好，富二代也好，是吧？那个肥皂剧也好，那当然要有的嘛。那怎么办呢？要不然那么多。问题是就是，像您说的这个真正好的片子，得不到，哎，就没有声音。没有机会，没有声音，对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连个权威的影评都没有，对，哎，或者就对骂，而且有时候骂的水平也很低。比如就郭敬明先生的生理的特点、生理状况来进行谩骂，当然我们看了以后，我也觉得不舒服，无聊，对，是不是很无聊？对，哎，但是真正很认真的，我们的电影到底到何处去，是吧？有泰囧，有。小时代这绝不是电影的多么大的问题，但是你要只有这个，
而且一看声势上全是这个，你连一个正经的有头脑有思想有感情激动人心的东西都没有了。他就是一个，所以我说巨无霸，这巨无霸其实是原来是从汉堡包这个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麦当劳的那个，他最开始有个汉堡包，然后有个 cheeseburger， 然后最后有个 Big Mac。Big Mac 翻译过来就应该是巨无霸，这其实是这么来的，就是各种巨无霸都开始了。它是资本时代里边的一种，又是特别浮浅的这种，因为你要打的目标观众是最大化的，对吧？老少咸宜，没有文化的、没有知识的都爱吃，都能看懂的这么一种东西，它就叫做巨无霸。这个也有人呢就把它理解成了一个敌对关系，这就是咱们这些年时髦说一句叫劣币驱逐良币。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啊所谓好的东西啊，提升智商的有营养的东西没有机会呢？恰恰是因为这些个商业的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淹没了，它理解成了这样一种敌对关系。它不是一个敌对关系，关系是一个我是觉得啊，就是这种文化生活，你把娱乐放进去也完全没有问题。包括娱乐业里头啊，它有几种力量，市场的力量最大，市场和传媒是结盟的，市场结和传媒结盟以后已经君临我们的文化的发展。对，然后其次尤其是像中国是吧这样的国家，我们的领导的力量也非常大，没错。但是现在对一般的这个电影啊、娱乐节目、晚会啊，领导表态的也非常少。你可以看到，你比如说《小时代》，这里的既没有领导授意要提倡，也没有领导授意说是要压制，因为他也回避了领导不喜欢的东西。对对，咱们这么说吧，当然对，而且呢，他非常对呀、啊，是吧？所以他很精明的，实际上。我非常赞成您说的，它不是对抗的关系，其实应该是并存的关系。从一个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讲，我其实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，我都不是那种很激烈的自由主义者。从这个角度，我们应该提倡温和生态多样性，是个人都有个人的空间。可是实际上你到了一个市场经济，它有一个市场份额的问题，它就是大份额的。为什么我说巨额就是巨无霸呢？你可以并存呀，你可以在后边吃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小角落，光都照不到，人家都不知道你这儿开了一家小饭馆，你再高级的饭食没人知道。再说呢，你从小的味觉已经被定位成你就吃了汉堡包，你觉得这是好的。你知道，你根本都吃那，你都吃不出好来了。我作为一个电视工作者，我的体会啊，就是我在中国这个市场上混混啊，我就发现现在中国啊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啊，让你去做烂的节目。对，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呢，阻止你想认认真真的做一个好的你喜欢的东西。太对了啊，他这种信息时代、传媒时代、市场时代呢，现在需要的是什么？咱们缺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一批真正有专业水平、学术水平，是吧？这个文化的基础，这种叫什么基底的，这么一批就我所谓的专家们能说话。因为如果要讲市场，美国市场更厉害，比中国还市场化。美国什么烂玩意儿都有，是吧？三级八级什么片儿， X 片 O 片，是他要什么片有什么片。对，但是美国不光有这个呀，对，是不是？美国的他还有纽约时报啊，它还有乐评、书评、各种各样剧评、影评，而且连那些大作家，他对《纽约时报》他不敢不在乎。对，没错，那太在乎了。我说过，我81年去那个谁呀、啊，那个阿瑟·米勒的家。阿瑟·米勒，他就说他的这新戏啊，他忧心忡忡，因为《纽约时报》老不表态。然后结果我还没回来呢，《纽约时报》表态把他那个新戏给全否了，他不敢抗，他抗不动。可是中国有这样的批评吗？没有。中国，所以他有那有很多烂片啊，这绝对正常。但是有人能指出来他的烂，而不是说我不看，你不看这叫什么呀？你不看有什么了不起？现在还有人说我不看《红楼梦》呢，是那个我不看《红楼梦》的声音比你我不看《小时代》的声音还要强大，
还要到处的宣传，太悲哀了。如果这个东西，这个是很可怕的呀，很可怕。而且您说的就是美国这《纽约时报》这种，像还有《纽约客》，比如说《New Yorker》这么精英的杂志，它的发行量其实非常，《纽约客》常年是100多万的发行量，它不是一个很小众的。所以我说这个市场份额这种畸形啊，在中国，就说你可以有这种片子。但是这种所谓另类的小众的，它也不应该就挤到完全没有声音，完全就是 tiny， 那真是 tiny。 这个你刚才说的又使我联想到啊，那个评论家白夜呀，他有一个观点，他就说文学，他说现在坚持纯文学的呀，就是各省的文学期刊啊、他说现在书呢都是走市场的路子，因为书啊现在他必须有的那个这个就是出版社呀，工资都停了，全部就是按你编的书的利润里的你分成，对，是吧？所以他当然他就这走市场的路子。嗯，其实这个就我所知道的美国也好，或者西欧一些国家也好，他也极其重视畅销书，对，但是他往往能够兼顾，就是我在出畅销书求钱的同时呢，我也出点有品位的书，我来求名，或者我来保持我的一个品位，我保持我的一个级别，一个脸面，一个脸面。对了，我觉得吧，现在就是不要脸了。真的，不是这不要脸，它这个有一个文化间断的问题吧，我觉得背后就这种现象断裂的太厉害了。就是从一个扫荡传统、扫荡文化的一个时代出来以后，我们又急速的要追赶另一个文化，这追赶呢是一种追赶商业文化为主的这么一个，就是您说的商业时代嘛。你在一个文化原有文化积淀全被扫完了以后，你是一个虚壳的，你追求一个新的商业文化，你当然只能是皮毛，对不对？这没有，所以你看现在的这种就是新的产品，什么主流只能叫它产品了，真的很有这种空心化的这种趋势。你仔细看里边全是空心的，你甭说价值观什么对错，它就是对，里边也什么东西没有。这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也是资本的本性决定的。对，你知道就是它现在很多时候就是说这个圈钱呢，因为这个钱的算计啊是非常简单的，对，短平快，如何产生效益，这几个腕儿名人凑到一块儿，好，你们就买票来看呢，一切的明星效应，一切的效应组织在一起，它产生一个商业上的划算，是他就是这个本性啊。你连这个要我说都是二流的，要不我说他那个女主角那《小时代》里女主角那国际金融根本不搭界，真的玩国际金融的哪儿这么玩，哪有这么浅啊，那里边学问大的，您那高级的游戏还是给你算的一愣一愣的，你根本就追不上，您就收小钱吧。是这个，如果说只是啊就是青年作家郭敬明导演导出这样的片子，我觉得还可以让人能够忍得住，是吧？问题是咱们有一些大导演，我实在不能再提他们的名字了，因为他是我们国家的骄傲，我们民族的精英。我已经知道我们这大导演导出来也是这种无厘头的空心的东西啊。你所以这个这就更可怕，说得太好。所以我们现在是需要啊，就是把我们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文化产业用一种专业的态度，你说的，嗯，学术的态度，是不是？哎，思想的态度，是吧？用有国际的视野和历史的视野，对它能够有所评估。至少我们告诉人，这个电影是可，你们可以看，看着也可以玩儿，而但是这个电影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最好的电影。对，问题是我们得能说出几部来，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最好的电影。您就拿这个去弄软实力行吗？我觉得这出去多寒碜啊！首先弄不着，然后出去以后就让人家笑。我看了一个这个好莱坞的什么评判报道，说提了一下《富春山》，那话里边全是讥讽啊，就说你们就是一种就是说靠着官方的权力来占这个座，把这些外国的大片同类的吧，外国大片全排的不是一个档期啊，这样你们捞足了钱了，很看不上的。我觉得不要走这个路，真的。国际视野说话了啊！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
现在有那么少数人呢、啊、他讲究在这个社会里独善其身，他出于一种信念，认为啊，人吃什么东西啊会影响你这个整个人的素质，所以比方说他会让自己啊，不是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，而是说我的时间很宝贵，要留给最精华的东西，吃的要最一流的美食，看电影要看最好的电影，所以我不像你们那么有时间，你们可以周末去娱乐看点烂片，嚼着瓜子吃着爆米花嘻嘻哈哈笑个场，他说我不行，我要听我要看的都是人类最好的精华，他相信他就像个香炉像个炉子一样，我这样的吸收啊最终能把我练成一个很好的人。嗯嗯，全是精华呀，这个对，即使是在饮食上也是不可能的、哎、也是不见得最有益的。就是精神食粮或者我说文化产品，我的体会也是这样。我呢，我自信我还是认真的读经典的，比如说唐诗三百首我能背其中好多、是吧，老庄我也能说，但是我也看那种特别娱乐性的书。为什么有不同的情况啊？在飞机场您等飞机，哎呦，我在飞机上就爱看烂片，王老师说这话我太爱听了。您要是在飞对啊，还有在飞机上您不看烂片，您看那还很严肃，引起你的思索，什么什么苏菲的什么什么选择呀，什么那一类的，您受那洋罪呀，谁是吧？本来我这么说吧，香炉型的人格我很佩服、我觉得，而且他也是这个时代的一种，真的有这样的人，我觉得也很佩服啊。当然他自己可能太纯粹的东西，的确他就有点问题，说实话哈、但是我真的做不成，而且我觉得，就是还是那句话嘛，生态多样性，各种人都应该。有，但是呢，这里边还是有一个公平的问题。您不要一种，就香炉不要压倒所有其他的土坯的大瓦盆儿，是吧？但是您也别突然变成瓦釜齐鸣，就变成瓦黄钟毁弃，叫什么？瓦釜齐轰鸣吗？黄钟暗哑，瓦釜轰鸣。对，不能变成这么一个时代。这个我觉得也就又变成另外一个极端，又畸形了吧？也不公平了。这是不是时代正常的样子？大概就是这个，我觉得历史上是不是咱们还是缺点。